大家好，我是 Vivian，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 X 前身为 Twitter 的社交媒体平台，已被埃隆·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以450亿美元收购。此次收购预计将对社交媒体的未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马斯克表示，合并后的公司将为数十亿人提供更智能、更有意义的体验，同时忠于其寻求真理和推进知识的核心使命。这笔交易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与社交媒体相结合的潜在风险和后果的担忧，包括错误信息的传播和对用户隐私的影响。通过此次收购，XAI 将承担马斯克收购 Twitter 所剩的数十亿美元债务。目前尚不清楚这种自私自利的策略能否挽救最初的交易。 SoftBank Group 正考虑投资超过10,000亿美元在全美创建人工智能工业园区。由于劳动力危机，这些工厂可能会使用配备人工智能的自主操作机器人。 SoftBank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可能会访问美国，讨论他对此类工业园区的想法。该公司已经宣布与 OpenAI 和 Oracle 建立战略联盟，为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并计划将数据中心和物理园区的资金增加到至少5,000亿美元。 SoftBank 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预计将推动该领域的增长和创新，并有可能为企业和行业创造新的机会。该公司对人工智能研究和开发的承诺是朝着充分发挥这项技术潜力迈出的重要一步。Microsoft 的下一代 Xbox 游戏机预计将配备内置 AI 助手和重大硬件升级。该游戏机将集成专用 AI 硬件，实现更逼真的图形、身临其境的游戏体验和创新功能。这款名为“游戏副驾驶”的 AI 助手将能够分析游戏内行为，并提供情境敏感的提示或演练。该游戏机预计将于2025年推出，代表了 Microsoft 对未来互动娱乐的雄心勃勃的愿景。沃伦·巴菲特通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苹果和亚马逊等科技公司的投资，巧妙地投资了15.7万亿美元的人工智能革命。巴菲特秘密的5.86亿美元投资组合还投资了精选的人工智能公司，例如 NXP 半导体和 Alphabet。 此外，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有望从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受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导致消费和收入增加。巴菲特的长期方法和多元化战略使他能够利用人工智能革命，同时将风险降至最低。HP Inc. 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和服务，旨在改善未来的工作方式，使员工和企业能够有效地创建和管理他们的工作流程。该公司推出了80多种新型 PC 型号，面向中小型企业的 AI 集成打印机，以及其 Workforce Experience Platform 的升级版。 HP Inc.首席执行官 Enrique Lores 表示，该公司正在利用 AI 创造有意义的体验，以推动增长和成功。新产品和服务旨在推动企业发展和职业成功，重点是无缝设备连接和促进创造力和协作的 AI 驱动解决方案。 Trend Micro 推出了 Trend Cybertron，这是一项突破性的进步，正在改变日益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世界中网络安全。 Trend Cybertron 是专门的网络安全大型语言模型 LLM 数据集，
机器学习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代理的集合。该公司已将 Trend Cybertron 的精选组件作为开源提供，让开发人员和安全专业人员能够利用数十年的网络安全专业知识。 Oracle 是一家云基础设施公司，未来几年可能会加入万亿美元俱乐部，该公司的市值需要在未来五年内增长2倍以上才能实现这一估值。到2027年， Oracle 的收入预计将达到770亿美元，营收增长率为 18%。 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不断增长的推动，该公司的 IaaS 部门有望在未来几年大幅腾飞。如果 Oracle 能够保持销售增长，并对其 IaaS 部门应用溢价倍数，其估值可能会扩大到10000亿美元。该公司的增长前景强劲，未来几年有望实现显著增长。 NVIDIA 在 AI 芯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遥遥领先于 AMD。该公司上一季度销售了价值36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显卡，是 AMD 2024年数据中心显卡收入的7倍多。 NVIDIA 本季度收入预测为430亿美元，这意味着同比增长 65%， 是 AMD 本季度预计增长 30% 的2倍多。 NVIDIA 的估值也明显低于 AMD，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WPFI 是一个将去中心化、金融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平台，已获得知名区块链策略师 Andy Lian 的战略投资。此次合作凸显了 WPFI 致力于开拓新兴的 DeFi 领域，增强流动性聚合和简化加密资产管理的承诺。WPFI 先进的去中心化交易所聚合协议整合了来自多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流动性，其人工智能驱动的工具可提供实时数据分析和预测见解。该平台旨在成为全球 DeFi 社区中领先的聚合器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Intel Markets正准备推出一个人工智能交易平台，这在加密货币交易行业引起了轰动。该平台有望为加密货币交易带来巨大变化，其人工智能工具旨在帮助交易者击败市场。 Intel Markets 不仅仅是一个标准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人工智能嵌入其所有功能中，使其成为第一个具有此类功能的加密货币交易所。Intel Markets 上的工具比其他交易所的工具更准确、更精确。该平台已经实现了显著增长，其预售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Intel Markets 在过去3个月内增长了900%以上。其人工智能工具如 IntelliM AI Bots 和 IntelliM 旨在帮助交易者做出明智的决策。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